三万一，好酷啊！八面面面面。哦，范瑞军背台词，29话是啥？哪四个字？信手拈来。计时开始，这个很简单啊，31。信手拈来啊。 那一定有些小巧思。对，会出这个题目应该很有陷阱。念呐念。哦，完了。字写的还蛮漂亮的。对呀。好，完了。完了。赶快先。30秒了，只剩30秒了。 哇，好难，好难，好难！糟糕，我怎么忘记念？怎么写？糟糕！40秒，剩20秒哦。焦虑了，焦虑了。先随便写一个，猜一下。好。啊，不对啊！念啊，好酷啊！八面面面，六五四三，随便写一个笔画。 猜猜看也好，你先写笔画，密码。我已经忘记数字是什么了。41啊，哦一。09。但你也不会写，但密码猜猜看，也许还有机会。09，04，10，08。信手拈来，对或错？哎，可惜。 那你时间又到了，对，粘呐，啊，粘，粘星的粘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就写粘啦，不对，不是啊，不是粘，我说的是占星的占。哦，啊，就这样子哦，我在猜啦。对，你演的是这样啊，手提牌嘛，一年。08，没错哎。写一下08，信手拈来，09，04，08，08。对，或错。恭喜，所以失败在这个字上啊，可恶。 就差那么一点点，31啊，真的可惜。来，金库请关闭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范瑞君，往前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